看到河北省啊秦皇岛，那已经好多天呐、啊，累积呢百多个小时，日夜不停去打火哈、哦，去要去灭火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下来。当然，在那样的深山里啊，那也需要用直升机。本来计划呢要用人造雨啊，或者是直升机啊在空中洒水，但是气候不调啊，因为呢风力大，直升机不能飞哦，所以啊人要去灭火也需要有天助啊。看看星星之火能燎原，但是呢这种有形的灾难还可以呢有熄灭的时刻，最可怕的就是人心无名称火，比这样的有形的林火啊更可怕，像西非啦、普吉纳法索这一个国家，那就是因为呢，政府曾经有承诺要给军人有房屋津贴，久久没有实行，所以呢，这一群军人呐、啊，那就是耐不住，所以呢，就开始呢启动了这一声枪声一起，哦，连人民呐、啊、也上街头啊，开始混乱起来咯。一连呢已经啊有两三天的时间哦，那这个政府呢内阁开始呢就承诺说内阁重组哦，那还有北非啊。利比亚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已经啊两个多月了。三月十八号，联合国已经呢介入了，不过呢，联合国的调和也不成啊、哦，两方啊还是很激烈哈、哦。现在又是从非洲组织了五个国家要去跟总统呢戈达费哈。哦啊，还有呢，反抗军呐、啊，沟通，希望他们呢能停火呢。整个社会都已经打得呢，啊，那破烂不堪呐、啊，民众呢民不聊生啊。那是不是呢？停下来，让这人道团体呢能进去救济哈、哦？虽然呐、啊，这一位呢。戈达费总统他就说可以停火，但是呢不同意下台，哎，又是破裂了。这政府还使用一种炸弹、哦、叫做极速炸弹。这极速炸弹呢，发射一个出去呢，里面就有包了四十个或者是上百个小炸弹。那威力之强啊，好，人心不调啊，这种的杀人武器啊，破坏大地啊，的确呢好可怕啊。你想山林之火可怕，或者是呢人心的嗔贪嗔痴的火，心灵的火可怕呢。假如人啊都能停止下来，不就是呢受苦难人啊就有人去救他。看着心疼不舍啊，
又是呢，每一天呢、啊，都在惊慌中啊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最亲爱的人，能不能一天当中平平安安能相处下去吗？想人生啊，多苦难啊，众生啊，一念无明开始，不断不断堆积，越堆越多，越厚。那要清洗呢，那就也不简单哦。看到了，普天之下这种嗔恚躁动起来了，那就是呢，心火燎原呐、啊。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唯有一个，那就是用爱才能呢洗涤滋润大地，为地先朵，一言一成。看到一旦这样的国家本来都是很和平的，可是呢，从3月24号那一天开始，民众呢，也许呢，穷困的人多了啦，也是耐不住啊，就是在每星期五上街头示威，就是要求呢政府要改革哦。但是在这样的，虽然呢社会已经开始有动荡，不过呢，慈济人呐，还是呢，按照平常一样的去关怀穷困的民众哦，赶快呢，定日去发放哦。本来呀、啊，哈桑亲王呢，他每年都有参加发放，但是呢，最近有了这样的示威啊，社会呢就比较动荡嘛。所以不方便出门，可是他们还是照常用爱来累积呀、啊，哈、哦，那常常接触到啦这一群慈济人爱的呵护啊，所以呢，当慈济人呐、啊，在那里呢，默心默个虔诚的祈祷，默个爱心的关怀日本哈、哦，还有呢，要人人呐、啊。习舍哈，那一种的关怀的习舍，一位小朋友，他呢也来到秋华哈成吉思的面前呐、啊，拿起来一个铜板，他就这是我的第一个铜板，另外一个铜板呢，这是我弟弟的，好，那赤子之心啊。他身上唯有的铜板两个，一个做自己的，一个做给弟弟的，这不就是赤子之心啊，之美啊。那其实佛陀对众生的教义很明确的，就是这么说啊，一性圆明自然，我们凡夫的心回归到本源来，这一个佛性本来就是圆而明朗，而且很自然的。所以我们人呐、啊，原本都有这一份的清澈明亮的佛性存在，这是佛陀也是在这夜静长空中呢所体悟到的、哦、所以啊，佛法从此开始，佛陀展开了教义，要让我们人人呐、啊、回归自己的本性啊，与佛同等明朗的智慧。那看到他们那么穷，还是呢一个铜板也要捐出来，那样的气氛氛围啦，是多么美啊！各位菩萨们，
天空的繁星啊，不都是我们人人心中的那一点的星光吗？所以啊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到了太阳的光，还没有到达月亮的光，总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做个点点灿烂的星光嘛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在漫长的黑夜中啊，假如有点点的星光呢，也会增添啊这种的大地的祥和。